最近热播的人气台剧《人选之人》《造浪者》，由谢颖轩、王静、黄建伟主演。这部电视剧在 Netflix 才上架播出，短短时间就立刻登上台湾电视剧排行榜第一名，也掀起全台剧迷的追剧热潮。九日 Netflix 在社群平台分享一段谢颖轩、王静、黄建伟三人一起拍摄的搞笑影片，发文写下开放截图当表情包。从曝光的影片中可以看见，谢颖轩绑着利落的马尾发型，穿着一套颜色非常亮眼的桃红色西装裤装，黄静和黄建伟则是都穿着黑色的西装外套。影片中的三人做出一连串非常搞笑的表情和动作，三人可爱又逗趣的模样曝光后，立刻逗了大批剧迷，网友在留言区狂刷爱心，纷纷大赞三人真的太可爱了。